们永明佛寺常住法师呢正往晚上本来我们的落脚处是在金轮的非常有名的世界呢算大积极的神父的地方，那因为我们现在脚程从我们永明佛寺呢四点走下来到现在大概脚程也6个多小时了，那因为我们里面有位广清法师74岁了他的这份勇敢呢也愿意呢为台湾祈福所以我们的脚程是慢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这一份心这份毅力的心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呢佛光加庇，感恩感恩阿弥陀佛，感恩。那我就